今天早上有一个拉猪的车来这边收猪的，经过讨价还价，终于说准了价钱，咱一会儿开始装猪。前两天验的那你放出来，专门装是现在看嘛，啊，这两天龙抬个这三十天，拉上去结果到那个。他去拉八龙，这猪。哈哈哈！这把怎么死了嘛？哎呀，你这都不是便宜，你这这瓶装的这个，要谁这样还不好说呢嘛？时间啊，咱们这等，在那发。三千，三千啊，353。你卖吧，你卖的钱还在地上吧？哎呀，不要再给他。猪装上车。大家好，这猪总算装完了，一共卖了12头，一头猪平均是5000多块。这比着往年，一头猪能多赚2-3千块钱。今年这是百年不遇的好行情。现在是也没有猪。谢谢大家观看。